为米岛市的这个人缘非常非常好的人，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他，所以他他现在发生这个事情，其实大家都很不舍，然后也其实也不知道应该要说什么好，照顾，因为现在事情才刚发生，所以有很多事情还不是非常的清楚。那我想慢慢过了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对于后续的，就是说，应该要怎么样的，可以对他的后人有一些照顾啊，或是怎么样啊，我们再来，因为现在讲这些都还太早。啊？讲什么？刚刚在讲这么久。就折莲花。折个莲花。对啊。好好。哎。拜托，不要这样。那太太有在里面吗？没有啦，这月子中心的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我刚才是跟导演说，就是让他放心，就是不用想，不用牵挂太多。然后他的小孩，我会好好的替他看着。对，相信我不是我的女儿，不是他的第一个干女儿，他有很多的干女儿跟干儿子，所以。我们这些干爹们都一起照顾他的小孩，希望大家好好的注意身体，现在天气很冷，好好的健康是最重要的。